生的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不是杀人蛤。杀人蛤。我们贵州产的。它是干嘛的？要吃炖鸡汤、炖排骨。炖鸡汤、炖排骨。那炖菜吃的可以的。不是水果啊？不是水果，就是、是佐料。佐料。哪里都有啊，你没见过啦？没见过。哪个院啊？哪个外省啊都有了，对不？从我们贵州拿去的呀、啊。哦，这些都是是吧？不是啊，就是我们这不是生的，那要拿去烘棚里面烘干吗？烘干来到处卖的吗？就产在我们地方嘛，很多的。谢谢。我让他好不容易特别伤心。你都不会干了，你都干你干。